了不起的江西名人由中国特香四特东方韵特约播出。田园生活从来都是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主要方式，田园诗意则一直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公元五世纪，一位诗人在庐山脚下开辟田园诗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名句，写下梦里田园的万千意象。北翼城多国文字的桃花源记，在东方文化里创造出一个供人们心灵栖息的理想社会，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在归隐田园的慢生活中，它守护着人们心中最独特的一方净土，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九江，长江流域的繁华都市，古称浔阳。公元365年，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出生在这浔阳地界一个名叫上京里的村庄。今天在九江市柴桑区的中华贤母园里，树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像，手拿书本倾听母亲教诲的幼儿，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贫寒的陶侃，靠着个人的军功和奋斗，成为东晋开国元勋。虽然官至大司马，但陶侃终生保持着劝课农桑、爱惜劳动的习惯。在他的治下，百姓勤于农作，家给人足。这位英雄的曾祖父，在少年陶渊明的心中，树立起了一个标杆。陶渊明8岁那年，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母亲孟氏只能带着他回到娘家，投奔自己的父亲孟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家是东晋的一个名士。按照陶渊明写的传记，他的外祖父是一个非常爱好自然的人，爱好自然美妙的音乐，率真放达，少无私俗应，性本爱秋山。我觉得陶渊明也深受他的影响。陶侃的进取，孟家的逍遥，在陶渊明的心中不停激荡。他虽然渴望自己能像外祖父孟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但也还怀揣着曾祖陶侃那样大济苍生、建立一番事业的理想。公元394年，29岁的陶渊明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往前一步，是投身济世、踏入洪流的仕途之路；往后一步，是西郊绝游、独善其身的隐士之路。正值壮年的陶渊明选择了前者。然而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从东晋到南北朝，政治黑暗，战争不断。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局中，陶渊明几次出入政治的漩涡中心。他一生5次为官，3次都在军中，也曾直面酷烈黑暗的世道，勇敢前行。可是乱世存活尚且不易，
又如何实现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呢？陶渊明猛志义四海的抱负始终无从施展，事与隐也像是在他心中的两支军队一直斗争不停。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最后一次为官，出任彭泽县令。这一次出仕的时间最短，才过去82天，陶渊明就又决定辞职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说是呢，陶渊明呢在做县令的时候，朝廷呢就派了一位督邮来视察工作。那么办公室的人呢，他就交代陶渊明，他说必须速带拜见督邮。那么陶渊明一听啊，他就甩下一句啊，不能为一点点俸禄就给这号人点头哈腰。岁暮天寒的夜晚，不惑之年的彭泽县令正在奋笔疾书。他从未像今夜一样清醒，所有的内心挣扎都随着笔尖的飞舞渐渐消失。柴桑老家的烟霭云山，浩渺江湖在摇撼呼唤。陶渊明血脉里的争与隐的基因发出了宏大的共鸣回响。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词，短短几百字写尽了诗人心底的呐喊。他不再纠结进与退，就此告别了12年的仕宦生涯，回归田园。这篇文章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归去主题，它像一声亲切的呼唤，影响着后世那些渴望自由和超脱、怀念故土的人们。柴桑区陶家垄，陶渊明第五个儿子的后裔依旧在这里繁衍生息。陶家垄就是东晋时期的西庐，41岁的陶渊明辞官后，曾经长期在这里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的一个真正的农夫。他的住房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等人家的庭院，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下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是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回到田里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哪怕辛苦，哪怕贫穷，哪怕追求的道路遍布荆棘，陶渊明都在辞官时做好了准备。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远离官场的陶渊明隐逸山野，安于清贫，悠闲生活的陶然气息为他笔下的田园打开了全新的意象。陶渊明生活的这个时代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视门阀制度的时代，但是陶渊明能够跳出这种樊笼，他能够亲自去躬耕山野，这一点恰好就是成就了他作为一个田园诗人之主的一种地位。他看到水稻，平畴交远峰，良苗一怀心，他能想象着庄稼在生长的这种快乐状态，这个是真正的农民的感觉。他的所有的名句几乎都跟这种真切的田园生活密切相关。
陶渊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庐山附近度过的，但他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而是将日常起居作为诗的主题，看似平淡却绚烂之极。近千年来，诗人诉说房前屋后的朴素诗句成为了中国文人审美的至高境界，流传千古。你看，在陶渊明的诗里头，田园生活的鸡鸣狗叫、种瓜点豆，包括和农人来往、画桑麻呀、劈草来往啊，这一切都是可以写入诗，都很美。那在他之前呢，劳动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劳动人民呢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在陶渊明的诗里头，我们发现，劳作的生活是美的，劳作的人民也是美的。于是呢，后来才有了盛唐的孟浩然，有了王维，有了田园诗派这样的一支非常美的一种诗歌流派。陶渊明的田园常有美酒相伴，他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酒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他独特高洁的精神之趣，也像一勺净水，过滤尘世烦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愿弟子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首诗作于陶渊明归田后的第十二年，正值东晋灭亡前夕，远方的政治中心朝廷交替变更，而在这方田间，小小的乌纱早已换成宽大的布衣，恬淡相视，诗人心生感慨，借酒抒志。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在他看来，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都不如窗前一阵蒙蒙的时雨，一簇皑皑的庭云。偶尔还有人送来好酒劝他做官，仍旧都被拒绝了。可是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对社会和人生的消极逃避，也不是背离时代的叛逆退缩。从没有一个诗人像他一样对土地、自然和乡村充满这样的尊重与热情。他一直以躬耕劳作和热忱生活，践行自己心中的诗意栖居，正如他笔下的理想生活：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位渔人偶然间发现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篡位，没有门第，民风淳朴，闲适富足。那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桃花源记就是一篇小文章。桃花源的理想，他在历史上超越了很多这个理想，比如儒家的大同社会，比如老子的小国寡民，比如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我们做研究的，我们都看着觉得很惊讶。从理论上来说，他没有任何高深之处，但是他超过了所有的理想。这就是说，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在里面。如今《桃花源记》早已成为不朽名篇，被170多个国家翻译，被评为影响中国政治的十篇美文之一。陶渊明描绘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比西方的乌托邦早了整整600年。
公元427年九月，62岁的陶渊明在菊花的香气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告别世人之前，他亲手为自己写下祭文：“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生死关头，陶渊明依然以充满幽默的诗意，给后人留下一个淡泊悠远的背影。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淡泊宁静或许就是通往美好生活最好的道路，一如他笔下的平淡，悄然成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独辟蹊径的一个派别，1000多年来一直被人们跟随效仿。在他的田园诗里，生活和艺术都以简朴的形态释放出饱满的生命力，把当时社会贵族们鄙视的农家劳作生活安置在了艺术的最高层，让所有读过田园诗的人都向往桃花源，给每一个中国人都种下了田园梦。彼时，陶渊明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源头，笔下充满生态理念、生态智慧，更有生态理想的建构。而今，陶渊明追求的人文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并重的幸福生活愿景，和现代生态文明意识高度契合，依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建设的活水之源。美丽中国和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一如陶渊明所向往的理想桃花源。